咱们平时用这种压盘工作，万一扳手丢了，真的很难拆下来。现在好了，有个聪明人发明了这种压盘，把它装在角磨机上，咱们随便找个扳手或者钳子，都可以轻松地完成拆卸。像这样，两个压盘，一个扳手，点这里就可以直接。